骑行天下，其乐无穷。各位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顶级赛事文评论道。2013年金立智能手机杯全国围棋甲级联赛日前呢是结束了第一阶段的比赛。那在11场比赛结束之后，第二阶段的11场比赛呢将会在8月底开战。那今天呢，我们就为您带来第一阶段的一盘精彩的对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上我们的老朋友王源八段和王瑞业余五段，为我们带来这盘精彩的对局。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由我和王源老师为您介绍金立智能手机杯2013中国围棋甲级联赛，这是第10轮的比赛。那么两位棋手呢，分别是吴光亚6段对阵廖行文5段。关心我们围棋职业棋界现状的棋友肯定很清楚，就是我们围甲赛场呢，就是金立智能手机杯围甲赛场，它是一个群英会，参加这个赛场表演的这些棋手都是高手，无论年长一点，或者是年轻一些，或者是名头大一些、名头小一些，都是高手。那么都是高手，所以这两位呢，吴光亚和廖行文，廖行文也是。应该说儿童时代大概就已经很有名气了，可能比较起来廖行文名气要大一些，略胜一筹啊，因为他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陈老啊，对，陈祖德老师就非常看好的一位棋手，对，天赋都很好，但是吴光亚当然也很出色。行，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结合棋局来聊。好啊，我们先进入棋局。很好的一盘棋，还是这样吧，先拽一个题目，先给大家安一个题目，就是说我们说现在年轻棋手的棋确实跟过去不同。我每每都是想给这样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他们的棋，因为有过去和现在的一些对比的话，使我们这个棋局看上去似乎更有立体感，我是这样想的。那么他们现在呢，确实就是大家都非常富有探索的精神。现在棋界已经很少有年轻棋手谁他身上还有一些什么墨守成规的东西，被过去的定势啊，还是怎么样的，很少了。可以说，王老师，如果他身上还保留着这样的痕迹，可能站不到这个舞台上。对对对，他很快就会被这个潮流啊，浩浩荡荡的潮流就冲得来找，家都找不着了。或者他经过很多次教训之后，他已经会改变他以前的一些想法。都是非常有个性的，非常有实力、有个性的棋手。如果引用这个围棋界特别常用的一句白话吧，要有自己的东西。要有自己的东西。对，他们是这样说的啊，就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不然就没法在江湖上混。是。行，我们看。进入棋局。黑棋是廖行文。廖行文。对。黑棋3。我们也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是围甲联赛嘛，王老师。廖行文呢是广西队。广西这个吴光亚呢是来自贵州百灵。贵州百灵啊，这两支队伍应该说在今年的围甲中好像名次差别不大。但总的来说，综合实力，我相信应该贵州百灵是更胜一筹。对，贵州百灵他历史上几次要冲击冠军嘛，就到最后都是都是一步领先。然后最后阶段被超越，这个围甲亚军已经有2次了，在我的记忆当中。白棋星位。对。黑棋挂。这个开局最近是比较多见的。然后黑棋下一招三尖高加。黑棋先挂一个。对。交换之后三尖高加。对，这个类型的布局比较多。对。说起来呢，我觉得也可以这样议论，现在年轻人由于他们这种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在棋盘上呢，续盘阶段很容易就下成什么样子呢，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到处撒豆成兵，然后呢关键是他走完了不纠结又不走了，看起来好像比较凌乱啊。对，他就是埋着在这个原野上啊，这个种下了很多种子，有些种子也许几十年之后才开始生根发芽，才长成，它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对，王老师，我想在这儿跟观众朋友们说一句，不要看他们的这个棋子貌似很凌乱，实际上这个凌乱是有规律的。有规律的。有规律。对，希望这种规律他们自己看得清楚。我觉得应该他们看得清楚。但是我这个也没有贬义的意思啊，就是说，因为围棋盘上的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它叫博大精深嘛。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理得很清楚。如果谁能够把它理得清楚的话，围棋就跟魔方游戏一样了。已经很容易六面全部闭着眼睛30秒就可以全部给它弄好了。
所以它围棋是弄不清楚的。嗯，哎，但是呢，现在年轻人热衷于这些变化，我觉得精神非常可嘉。对，因此我刚才说，希望他们能够看得清楚。王老说这个清楚说的是最深的那个清楚，围棋上帝的清楚。行，我们接着看吧。我们看棋。行，下成这样之后，下边一招棋，白棋跳。跳二。对。紧接着这一步，王老师。黑棋尖顶，对，这个之前给大家议论过了。是吗？你已经专题议论过了。哦，那我因为这盘我没有看到，我当看到这步棋还觉得挺新鲜的。对。嗯。那么一度有下这个的时候，它尖顶。尖顶。哈，都有。现在是三尖高加的下尖顶，也没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如果要议论的话呢，就太多话题。这是一个专题研究课题。没办法，经常我们介绍棋局呢，都只能挑。有趣的重要的东西、嗯、啊，如果局部都要挖掘那就没法说了、嗯、对，尤其是现在棋，好，白棋下一招尖也正常，黑棋跳出来正常，白棋下一招拆二，吴光亚这个拆二也可以，那么接下来的下法呢就开始出现，这个第一个呢是异无同局啊、嗯、我们说围棋叫千古异无同局，下一万年也没有一盘相同的棋，对，那么这种格局更是见所未见，过去没有见过，就是这个格局从来没有过，下边一招棋很有意思，廖姓文选择了一个跳，简单单的小跳，对，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堂堂正正啊，堂堂正正哈、嗯、啊，行，这个是可以的，这个里头有很多故事，他们年轻人有很多新的棋形出现的时候也有一些钻研，我相信、嗯、在这个右上角呢有一个小故事挺有意思，非常微妙，说不清楚，就是什么呢，不考虑这些问题啊，就是白棋这个将来如果他自己需要做活需要定型的话啊，下成这个尖是吧，尖，我们注意这个次序啊，请我们广大棋友我摆的时候大家也注意一下，尖刺你是不是要接，然后下一步他一扳你是不是要打，对，差不多是这样，必须要跟着应，然后你叫吃他就接上，就这个定型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仔细一推敲啊发现不是这样，所以我估计他们也会有一些推敲，不完全是这样，就是说你尖刺的时候黑棋是不是一定要接，这个不一定，因为一接再一扳一打嘛，就下成这样了，下成这样之后几乎还可以想象成有一种定式，过去是这样的，是，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老定式啊、就是、对，二尖高加比方在这儿的时候、哎、一尖顶他一尖然后一扳啊，对对对，下成这样，这样吧，给大家说得更清楚一点，干脆摆一下哈，干脆摆一下，在过去二尖高加的定式当中有一加他一尖，不考虑这边啊，光看这个他一尖顶、这个、对吧，然后呢白棋一扳黑棋一挡，打吃，白棋在一叫吃，黑棋在一接上，白棋一藏，这不是白棋外边多少有点形状吗，但是黑棋也把脚上的实地拿走了、哎、跳出来，结果我们发现呢这个子当然是变成三尖高加了、好坏长短另说，你说这招棋和这招棋的交换啊、谁便宜，哎，我觉得真不好说，王老师哈哈，这个首先不好说是不是、嗯、感觉上呢我觉得白棋的眼位得以改善，而且在朝中央，朝外应该还可以，但是黑棋要抬杠，说我这一接后了之后，您连劫财都没有了。对，说我这个头一下子变得很硬，对吧？好像也有收获、啊、也有收获。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们来看这个进程，发现面对现实已经下成这样之后，嗯、如果白棋能够尖到、扳到、打到，白棋还是可以的。对，就现在感觉，嗯，啊，感觉白棋这个在外边，黑棋在里边还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什么呢，王瑞，就是你什么时候尖，你尖这个是黑棋有个利，对，关键是白黑棋的好像不肯让老老实实的粘住，他不一定接，就是你在白棋要下这个尖之前啊，你要想清楚，如果你尖被人家一利的话，你这个地方有可能亏，为什么呢，这个地方有头的话这个子就不孤了，对，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刺是不是能刺到，但是呢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虽然他刺不到这个，但是这边的情况差一些，将来你要进攻他这些的时候，这个地方味道就差一点了，所以这个地方有个非常微妙的东西，这个微妙的东西呢就是他好还是不好不太知道，就这个地方非常抱歉，我不能跟广大的棋友斩钉截铁的说一个结论，我倒是觉得呢，反正如果我们大家要下，我对大家有个建议，如果你感到白棋这块棋你怕他进攻的话，那你就尖一个算了，没错，你看他是接还是立，哎，如果他要立，那么你这块棋的处境就好得多，对啊，如果他要接你就扳打了，你眼位也好一点，行，说到这儿呢主要是说年轻人他们对这些事情的研究，因为要说起来呢本来他这个跳啊不必要，王瑞效率最高呢本来应该考虑飞这个，好，走这边，对，先走这个然后再考虑，
你比方你现在要挣这个头，他甚至可以先飞这个，先问你的应手，然后这个地方他呼噜呼噜一起来了，他这边也很大，而这个子呢实际上不容易死啊。要说起来是这样，但是他先走这个呢，可能被人家现在再一次的马上问一下，这个你必须接了，这个必须接了，对，然后他搬打打到了，这个是比较愉快的，哎，因为你现在不能立，对，所以呢，按理说本来应该飞，他又没飞，说明他们对这些有些研究啊。那么介绍这个骑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了解我们现在年轻人他们在想些什么，对，做些什么。是王老师刚才一说到他们有些研究，我就马上联想到啊，其实现在职业骑手他们不仅仅研究这个骑是在这个正式对局当中通过实战研究，实际上他们还有一种途径，网络。网络啊。他们下大量的网骑，对对对，通过网骑啊，对对对，一个变化可能会有上千种。对对对。对局，这种大量的实战对局，可能会总结出一个他们认为是好还是坏的一个结论。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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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总的来说下的多是好的，熟能生巧嘛，肯定是这样，三天不练手生嘛，一定是这样。但是我又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作为竞技围棋当然是这样，你越熟越好啊，对，但作为艺术围棋来说呢，就围棋的艺术类那个领域来考虑这些问题呢，发现呢你有80个好处，100分的话，你熟练之后有80个好处，但是仍然有十几分的也许不足，什么呢？就是疲劳。对，你看一个东西看得太多太熟了之后啊，有些时候就像现在所谓的提笔忘字一样啊，太熟之后，太熟之后也可能最熟悉的陌生人就马上就会想不起来，也有这种可能。这个是闲话啊。行，看棋，他跳，那么白棋呢，吴光亚就不理他，加工，这是大场。黑棋下一招，廖兴文帮正当头一震，很凶啊！啊，我们接着看，白棋当然是先飞出来了，是吧？黑棋在紧紧的欺负他，这个地方他的意思就是黑棋想下在外头，然后建立空中优势。对，哎，对全局有些影响，有什么具体的影响不好说，反正有影响。他就是这个理念。廖兴文也是紧紧的盯着这块棋，对，盯着，虽然盯着，白棋当然也不怕，白棋出头，下边一招棋呢也有意思。如果你现在单走这些，他当然就出来；对，你要走这个，他就搬出来；你走，他就接都可以啊。那么廖兴文呢，就他可能做了一些研究，这个棋他到这儿来刺，这点看起来也像是棋形的要点，是一招，是一招，但是真正是棋形要点的应该是这个。哦，靠在这里。就这招棋是最幽默，我是想推荐这招棋，要下的话好像，这个有意思，你走这个他接。你这个，你将来连你要连，必然是这个连，你不连我就切断你。所以他靠这个白棋下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不知道白棋下什么，因为你如果走这个的话，他再长，这招棋真好，这个棋好像点方，正是一个要点。好呢，也很难说，但是他反正先点了方再说，不知道这一点他爽还是不爽啊？我觉得这样交换应该不错，可以看作点的时候。这两步交换黑棋不亏吧，不一定，但是他反正点着方呢，他总是心里有一个自我安慰，哎，反正逢方必点嘛，就这个意思啊，不绝对。他走这招棋，走这招棋呢，那么吴光亚下一招就定型了，搬挡住就要吃接上，因为这个变化我们也不能推敲得太细，也很难推敲得很细。对，他下一招这个变化应该还是我觉得是探索的一个阶段。对，26，那廖兴文这个叫吃抬杠，这个挤压打吃。对，王老师这个打吃有没有还手？没有，他挤压这个形状，他是一个一个挑战。他自己行棋呢，因为这两边他不能够兼顾，他要欺负他，所以他先走这个。这个吴光亚这招棋屈服了，这招棋屈服了，走成这样呢，黑棋便宜了。哦，这棋呢，我觉得还是要下这个。哦，走过来。应该搬这个，因为他直接冲不断。对，冲这个是打劫，不怕，这还漏着，显然不怕。最怕的是他走这个，走这个嘛，你就把他抱死。那我这边他一穿通嘛，你就滑嘛。哦。因为外边你已经大损了。把这边看清。所以黑棋这招棋按照棋理，所谓的棋理，他只能先长，保证这个坚实先手，才能威胁他。但是呢，白棋也不怕，就贴就行了。对，你要走这个的时候，他虎这个就行了。哦。你要走这些，他搬出来就行了，就他就转换了。待会儿他在这儿活得很舒服。好，这个地方也就没法多说。总之，我推荐他是要走这个。那么吴光亚下的这个，廖兴文藏到这个，哎，还算可以。这个是很大的头，这个是中央的大头。那白棋吴光亚下一招一搬，
下成这样呢，王瑞，它是毕竟将来有一个还保留着，毕竟有一个这玩意儿，你从它就提，你一般它就长嘛，打结嘛。嗯。哎，行，但是这个也就是一个新的，哎呀，一个新新的画卷，从来没见过，挺有意思。一个新的变化啊，一个新的诞生了。墨守成规的话是永远不会下成这样的。好，接着我们看，29、30黑棋31。廖新文左边菜，这是普通大厂吧？对。白棋乌光亚，33扎丁，这个角上扎丁。嗯。啊，这个也是好棋。黑棋下一招点，这招棋也是，好棋，但是它是叫传统好棋。传统好棋，应该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棋形定型的一个常用的手段。对，是过去古时候，大家常用的一种定型，但这个定型呢，确实给我们大家一些启发。我觉得，这可以写一篇文章，就是在小目被对方目外挂的时候，单拆二这个棋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棋形。那么由于有了这个特殊的手段，黑棋可以先点，然后靠33再鼓过来啊，左上角会出现一个劫，这个劫黑棋偏重。但是呢，别的地方如果黑棋有劫财，一打劫的时候非常严厉。对，王老说的劫就是这个。就这个，掰给大家看看。啊，搬，打吃。对。做这个劫。对，这个劫摆到这儿，给大家议论一下。一旦黑棋劫财有利提过来了之后，黑棋这边全后，而白棋呢没有活得很干净。对。黑棋这个全后对于周边啊都有很多影响。你想不到一个小小的角上，由于它连拔了两个花之后，会对周围的环境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这个劫呢，黑棋也很重，对，白棋一提过来，劫财不利的话，劫财不利，他再一接你就碎了。这个棋形白黑棋可以看作是贴在白棋的一个铁壁上，对，就差很多。所以这个劫不能轻易打，不能轻易打。还有根据情况呢，甚至你打的时候，在有些情况下，白棋还可以先冲一下。哦，把这个劫变大。变大，你如果一提，他一巴掌给你闷到这儿来，这也是一种变化。那么黑棋经常要打这个劫，很可能是要挡的。那我再提，这个、不得了了。那将来再提过来，比刚才粘的话威力还大。对。但是呢，黑棋毕竟有这么一个选择，他只要什么地方有两枚大劫财，他就可以给你抡。对。这抡呢，他可能就有很大的利益啊。这顺便给大家说到，那么说到这个话题，它主要带来一个什么呢？就是拆二这个棋形被挂住了之后，有这个特殊的下法。恰恰因为有这个下法，才在10年左右之前。开发出了我们现代棋对于拆二这个形态的一种新认识。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给大家画个示意图啊，大家所熟知的对于拆二的点了靠住这个下法，无论是这儿还是这儿，你很难说不是受传统的这个下法的影响启发而来。有可能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相关联的，对，它这个手法有些相似的地方。这样我们围棋这个它这个理念啊文化这些感觉你才能把它连得起来呀、啊。啊，我觉得这样来看呢是不是更有意思一些。有可能第一个下出这个棋形的人莫我们难说是不是受到这个棋形的这个启发。对，行，那么简单议论到这儿，下成这样之后很有意思的棋，那么廖新文就不走了。哎，下一招棋呢是很抬杠的一招。下一招抬到哪里？抬到这儿，跳跳，就这招棋是抬杠。抬杠也是年轻人。为什么说抬杠呢？对对，我们过去就不会这样下。为什么呢？你跳这个它活力很多，而且它特别着急的时候还有这个。换句话说，你这个跳呢，你把这个孤子用这样的方式跳出来啊，乏味等于。那么过去的思考方法要下怎么下呢？就是靠啊。靠。对啊，这个靠很好的一招啊。它是什么意思呢？王瑞，就是如果你要退。哎，我如果长，那么他就退，这个你的空间活动空间比刚才小，而且把这个，而且你渡不过，渡不过去了。那么我们在这儿给你一战，对，是不是？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要搬，我就咔嚓一断，我这个子就不要了。很灵活。哎，我这变成外室了嘛，本来我就不该要，你这有三个人了，是吧？第三一个你要搬，你搬他就长这个，他就断这个，你现在只有长这个，那么他就盖住。你一顶呢，他就连扳把这两个子气掉，气得你很难受，而且你很难受。来给大家看看啊，你如果是简简单单这样的话啊，画个示意图，所以黑棋这个靠，它主要的意思是，就只能粘住吧。你只能粘住啊，他就随便接一个，你还我好像还不能压，你这个还不行，对，还不行。所以，那么这个地方简单说来就是黑棋这个靠啊，叫因动而动，
然后根据情况可以弃掉。嗯，根据情况选择接下来的变化。因为这个字本来就不是很大，人家都扎了钉了嘛，是不是？因为如果这个字是这样的话，它就大；如果这样的话，它就很大。对。这样它已经不大了，你还要要，等于这个就抬杠了吧？而且你要也要不了。嗯。但是我觉得事情仍然没有那么简单。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他们经常敢于下这样的棋。嗯。看似抬杠。也可能他们对于古时候的有些东西不是很了解，所以他叫初生牛犊不畏虎，他没有见过，是吧？嗯。但是也有可能他知道他故意的，他就是不信邪。哦。也可能是这样。好的，王老师，我们要不要先稍作休息？行。接下来看廖行文他怎么样继续抬他接下来这个杠。好的，好的。好的，我们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好的，欢迎回来。嗯，王老师，刚才我们说到了廖行文这不跳啊，有点抬杠的意思。抬杠，这个抬杠打一个引号。打个引号。其实我并没有说批评年轻人的意思，就是，反而我还想说是感谢他们，由于他们这种敢想敢干，我们才能看到新的画面。嗯，以前总想到对不起。对不起不行，马上就把他否定了。但是他真的下到棋盘上的时候，对，不一定要再想一想。对，不一定。嗯，后来有很多波澜壮阔的这个精彩啊。嗯，总而言之，就是因为这个跳开始的。那白棋的乌光亚也是，他这个陪着跳，这也是抬杠的一招。过去的观念呢，他也许就是飞一个算了，这飞一个比较有余地。他飞一个的语言王睿是什么呢？嗯，你要走这个，他就顶住，将来这个拖过就是铁的拖过。然后呢，你要走这个的话呢，他还可以跳，下一步他把这个形就方起来了。嗯，你来不及删这个，你来不及删这个地方都快死了，哦，这还该他下，等于你肯定是要跳的。虽然这个打很大，但是来不及。对，然后他把这个方一走，就是我自己站稳，然后您呢随便您跳舞，我慢慢追着你走。嗯，就不要那么急。对，王老师，刚才我觉得您说那一点，嗯，特别形象，就是先把自己站稳。对。对，但是现在大家的年轻棋手的这个，他等不及。对，我不用站稳，不用站稳，把你打倒就可以了。对，对，他都是，只要你比我站得更不稳就可以。是这样的一个理念。我觉得总而言之吧，现在确实进步了，现在这个棋更拓宽了啊。是。就不说了，这个传统观念。哎。哎，那么他就要紧紧地追着你，跟着跳。对。啊，那么这个廖行文这个还要多飞一路，对，这个，还要拐过来，有意思。他你看，把这个地方的他不怕，他先不怕，暂时不怕。这个地方的味道是这样的，他真掉，哦，他真掉。如果你敢跨，我就他就真掉，不要了，吃一个子就够了。关键是你吃完这个之后，下一招白棋不好补，这个补很难补。哦，你如果粘的话，有点 你粘他靠下来了，有点不舒服。你靠一扭断，你如果打吃的话，你吃这个更不好，这外边还多一些借用。对，这边有打吃，不太舒服。你补这个似是而非也不太好，这个将来人家这儿扎一下，你也不知道。还是粘上。对，就这个意思，所以他不怕。这就是他们的棋。那么下边一招棋也是很有意思啊，就是靠，这个乌光亚就直来直去，就像王睿刚才说的，就我站稳没站稳不要紧，只要您没站稳就可以啊。过去呢，像这种棋就是把马步一蹲，你看这招棋仍然有机会蹲马步，蹲好。然后你这个拉着胯子，我让你补。现在呢，他不是让你准备好再开战，没有，就是说让你补。就围棋当中有一种妙味，嗯，以前给大家介绍过哈，这个棋形差不多吧，接近于这个样子。嗯，什么妙味呢？你看他这个效率很高，他有一些缺陷，你暂时冲击他，你条件又不成熟，怎么办呢？这样的棋你让对方再去补最好。再就你比如这个棋，我们看这个棋形啊，你让黑棋下一招再补的时候，他很难受。你出现这个漏洞的时候，我先不追究。不追究，我把周围我的这个篱笆扎好，然后让您表演的时候比较难受。嗯。但是现在的同志们呢，更倾向于对方一有了漏洞，马上就冲锋陷阵，就这样的。你看这个地方，你让黑棋补，我们发现他很难补。王睿，你看啊，第一个你补这个效率是低的，他飞出来了。嗯。你总体上这个结构还不如刚才一招棋在这儿呢，对，是不是啊？你说你走这儿，你期望它走成这样，哎，你走这个或者走这个，你效率就好一点点，它再飞出来，是吧？但是很奇怪，现在你这儿中了，它穿你了，穿过来，所以你这张牙舞爪不行。那当然这些就更不行，更勉强。所以他如果把自己这个马步一扎好，然后让您补的时候，这个棋我说高兴了哈，他有一个怎么补的问题。啊，这个我们大家能够会意就行了。然后再看他们的，他靠，靠住。哎呀，看他们的棋都是很兴奋，有的时候就一下就很高兴了哈。他
长，白棋呢这个要再贴，黑棋这个廖行文你看他多强搬，让白棋鼓挡住，挡住，对，这就是现代棋的特点。双方都勇往直前，然后呢都不畏强暴，不畏复杂，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对，非常精彩。黑棋下一招必须要补，白棋在于长，黑棋在于双，挡住，对，好了。下成这个棋形的时候呢，又出现一个，就是看待围棋过去和现在他看法不一样的地方，特别有趣。后来呢，当然他大刀阔斧，这个乌光亚下了一个气势如虹的下法，当然这个是高风险，就是高利润伴随着高风险，是现代棋的特征。有没有这个比较稳健的下法？有啊，按照过去的眼光来看，这个棋形白棋它的思路是什么呢？第一个，他就知道这招棋巨大，对，这招棋一旦黑棋顺便走到的话，就意味着他这个尖是绝对先手，这个尖是绝对先手，就意味着白棋有的一个后门没了，所以这招棋白棋非常想走，因此现在这个棋呢最稳健，以过去的眼光来说最稳健白棋的下法就是猜一啊，小跳，因为我这张不怕，我随时一急这一拖就过了，是吧，你这个尖是先手，我再一撞，对，可以腾挪，这几个子暂时没有什么，不会总体受威胁，不会有什么大的威胁，而且这个出路本来就很快，那这步棋就显得非常的非常实惠，实惠，而且价值也不小，就是就是这个，然后又威胁着你嘛，这个是稳健的下法。凶悍的下法呢，当然你就飞，你就干脆来进攻他这个，他一跳你就再跳，就是让他这块立刻表态，怎么样忙活，中府怎么样再说，是吧。如果要让我推荐呢，我就推荐这两招，一定让我在这两种当中选一种，我推荐我们广大棋友下这个，不要那么黑，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王老师还是比较总是推荐稳健型的下法，对，就是说因为我看不清，而且我力量没那么强，这个，但是这个确实消极啊，老气横秋，有点老气横秋，不过呢他可能比较清楚啊，朝气蓬勃的下法呢就当然就是非常乱。结果呢，我们没想到乌光亚他选择一个更狂的下法，这个下法呢气魄很大，真的很有气魄，我们看啊、气魄很大，实战的选择，但是确实我觉得太需要勇气了，对，太需要勇气了哈。我们看年轻人的棋很好，他叫吃，他吃、乌光亚的选择呢就是把这两个子弃掉，就推土机推过来再压，你说不是年轻人下出这样的棋，他们有这样的襟怀，我们怎么看得见这种局面啊？这可能会是一个局后复盘的一种变化图吧。那变化图，对，而且这个是围甲联赛啊，很重要的棋啊，所以年轻人他们这个我觉得甭管怎么着吧，创新探索尝试，有成功的有失败的，但是失败也没关系，积累经验，对，你比如下完这盘棋，如果乌光亚总结发现这个叫做大开大合，直来直去，高举高打，他发现失去了韧性，他一总结了，他不是就变成一种收获了吗？对，是吧，很好。那么这个下法下完了之后，下一招白棋是这个哈。那么白棋在这边刚王老师说了，其实是一个先是先行投资，是一个很大的手笔，对对，把这两个子基本上是好像没什么太大的活力了，对，那他的收获呢？对，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评估一下，总的来说我先说结论，王瑞，就是我不赞成他这个下法，是吧，太冒险，一个是冒险，第二个是错误的。错误在哪儿呢？就是白棋形成这个中间的所谓的势力之后，要对这个黑棋有影响啊，才发现黑棋这块棋他最希望的就是白棋来攻他，因为只有白棋来攻他，他这些才有价值，对，就白棋花了代价做了投资来攻他，是黑棋最高兴的，就是白棋，所以他这个方向战略方向是不对的，但是呢很遗憾，下边一招棋廖行文也下高兴了之后呢，他本来应该很高兴的呢，很快他又花了一招棋去补棋，对，这个是一个错误。王老师现在好像当务之急是不是下边把这个空封住，这还用说吗？这还用说吗？全世界难道还有比这招更大的棋吗？这是太诱人了，一步棋。下一步这个先手，你稍微一懈怠，他这个尖完了，这个还要尖。对。他就说这个地方，他们现在年轻人力量大，说我黑棋不走，你白棋能不能活？保守一点呢，说我走一个，基本上就是空了。啊。是不是？所以这个还用说吗？这个太大。这个如果跳下来再加补一手，对，这个空大家可以目测一下啊。对，就很狂了哈。有了这个，再有了这个，下一步这个非常严厉，咔嚓一断，
你白棋对外是实际上啊力量不够的，没错没错、啊、就有这个印象就行了，就是我们谢谢他们下出这样的格局、嗯、然后呢我们来欣赏到品这种格局之后，你会自然会有些收获啊。是，行，我们来看实战结果呢，这个廖庆文突然一下不知道怎么下到这儿去、啊、这招棋不对，这两招交换，王老师他如果直接黑这个白棋啊、嗯、直接走这边的话直接走这个，他这个就没意义了，嗯，那你刚才就直接走就完了嘛，对对对，对这就没意义，他这招棋他是想好必须要下的，他觉得他想的可以交换到，对，我下这儿威胁你这个，然后远远的威胁你这个，我这一带死了棋之后劫财多，连你这块一块装进去、嗯，他的远大理想是这个，你也不能说他完全不对呀、啊，是不是啊？你力量不够就是不行嘛。但是呢，确实我以为呢，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最好。我也同意。就刚才、啊、太大了，太大。这个价值。现在我们看他们的啊，嗯，廖庆文这个是严重还手。嗯，对对对。他现在可以下这个 ，A 也可以直接这个 B， 因为你一拖他就虎这个嘛，这几个现在是奇经。然后他这一段了之后呢，这个地方实际上你很难形成进攻。对，这一带好像黑棋意外的。也不能说意外，应该是本身就很有弹性。不，他要直接就这个，对，这个你就很难受。你看你一冲他一提嘛，你一搬他就拐打嘛，你一走他给你打的也走就是了嘛，是吧？所以这招棋是年轻人这个稍微什么，我们接着看，但是棋还是很精彩啊。嗯，以前给大家说过，围棋盘算就是叫做即使有错误，嗯，它也有带来的错误的味道，因为围棋天地太大。好，他终于走。天字第一号的大场，刚才更大，现在也变位了 啊，变位了。黑棋，你看人年轻人的棋，他还要硬挡，这个廖庆文真是行。可是我觉得王老师他这个硬挡被白棋一扳，他不是有点没棋下的感觉吗？也不是没棋下，他就是他准备的有棋下，主要是什么呢？嗯，唯恐天下不乱。其实这招棋呢，你就走这个就行了嘛。哦，我也觉得这个不就很好了吗？对对对。好像。那他一走这个嘛，你就咔嚓把这个一断了。他是不是有点被对方便宜的感觉，不太肯？对他是这样的心思。其实呢，你看，你的白棋说我不会下围棋，我下这个，你下哪儿？那我你不是要下来吗？我再拆了，你就把我吃了。啊。你本来你就这个地方你不走就是没空。也是。你这样就把我吃了，我这两个子还没跑呢。嗯，所以他这个地方也有点想不开，同时呢，也说明年轻人他们这个看待这个棋啊，我觉得这样调侃一下吧，他们确实是看对方棋的毛病看得非常清楚，每一招棋都在寻找对方棋形的弱点、嗯，但是过分注重对方棋形的弱点，他因为人的这个注意力是一个常数啊，你注意对方的弱点多了，注意自己的弱点自然就少了，是不是啊？这个说的好像有点像说女棋手的棋，就接近嘛，接近，就是你总是看对方的缺点，与人家相处总是人家不对，你永远是对的，他有的时候有可能有这种情况，是吧？是，当然一旦出现了问题，他们计算力就是很强的，这会儿就要靠计算力来解决问题。嗯，所以到最后现在的棋啊、嗯，经常看到最后还是一个还是最后那一下力量，还是最后那一下，你反正一看错就不行，你看错一块大棋就走死了。嗯，待会儿你可以看到这盘棋就是这样啊，好看。他还靠非常严厉，白棋又不肯退让，吴光亚翻，黑棋挖一步好手，白棋叫吃，这也是转换非常灵活的一招。黑棋竖下来，白棋给他提掉，好，黑棋一夹，夹，嗯，黑棋一夹，我们突然发现，怎么刚才左下角白棋这个扎丁的这块棋，好像好像不仅空被破了，好像死活还有点问题。对对，还要需要。当然，与此同时呢，是这边又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吴光亚跳补，这两个棋经啊，不能被他吃掉啊。好，关键这一跳舞不要紧，这几个子刚才觉得是后世的王老师。对对对。白棋多了一串以后，好像有一些转换。对，他就变了嘛。变了。黑棋下一招尖。黑棋也没有意思。对的。双方各行其事啊。出现了转换。哇，白棋下面，你说这画面不漂亮吗？尖冲轻卫。啊，刚才黑棋好像要全部成空的地方，现在变成白棋的天地好像。嗯。这个棋千头万绪，王瑞你能够把这个线索整理清楚吗？太难了，现在。嗯。刚才就是一下子。多漂亮。转瞬之间。对。这个沧海桑田。对。好。原本的白控现在是可以看作是黑控了。黑控，对。本来黑棋有望成为一个巨型大控的地方。嗯。现在变成了白棋的巨型大控。是是是，你说多精彩这个棋啊！是。但是呢，很好看，千头万绪，这个画面啊，这个变化必然会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们能够整理一下思路呢，我们这个自己以后下棋和看棋的味道都增加了。
其实这会儿就是一个品味的非常的时非常好的时候，这个题材。但是呢，这个小廖还是看待问题还是直接了一点，太直接了一点，一下子下发啊。我们摆几张给大家看看啊，就他这个尖葱腥味，他立刻跟着爬。嗯。以下的下法呢，这个思路太直接了。我的建议是什么呢，王瑞？就是这个尖这道棋很重要。嗯。它既是威胁左下角或者要吃掉它，其实它更是为这个断点创造条件。哦、现在趁着这个百足虫啊死而不僵，还没有死，尖葱腥味这道棋呢也不怕。尖葱腥味的棋是什么呢？以后大家也可以留下印象，对于腥味的尖葱啊，不是很严厉的。嗯，你不理它，它下一步贴下来，你再不理它，它下一刀棋在搬到这儿，我们发现在条件需要的时候，它还可以活、哦，还有活力，还可以活，就没有那么严重。恰恰是尖葱腥味之后，你跟着它走走走走了很多之后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它三三一点，它还要活。哦，所以这个辩证法呢，大家要了解。嗯，一个是这个，可以不走；第二个是不应该走。所以现在黑棋咔嚓断这个，马上把这个断点。对，这一段呢，确实这个棋天花乱坠，天下大乱。哎，因为这个你不能被他打。什么时候你被黑棋打到这个的话，你只要一招棋夹不死他，嗯，这个很难办。那么如果你这儿必须纠缠着跟随他走，如果他一跑出去的话，连这几招棋都有可能有问题。因为什么呢？他只要这儿稍微隔断了之后，还有这个，这个借力再一行的话，将来这儿还有这个，是吧？下法很多。但是恰恰这个小廖是不是他认为左下角我已经吃掉了，然后这个地方我又获得实地，中间可以弃了，好像他是不是认为他形势好？有可能，这个是对，是个错觉。嗯，这是个错觉。对，王老师推荐这部段，我觉得真的不错。嗯，要咔嚓棋从断出身，这个太有味道了啊。行，我们接着看，他一找这个，他在一飞，他在一飞。黑棋好像很清楚的、很轻松的就把中间这六个子弃掉。对呀、啊，这样一弃掉，这个断点没有味道了嘛？因为你这个弃再长，也就是七八口气，你看这个早就十几口气了，这没意思。啊，交换几手棋之后再断，好像就味道就完全不对了。还有另外一面，腥味尖葱完了之后，我们发现这个脚上是什么变化，你搞不清楚是吧，王瑞？还是有点，没错。就显然你吃不着。嗯。如果你吃不着，周围人家又后，人家还问你活了没有？这脚步还是太空了。嗯、对。好，我们接着看，但这个棋也不是简单说黑棋就不好啊。一飞一走，然后搬这个地方，别的地方没有借力，所以廖姓文搬这个，这个乌光亚飞点，他、一接上是吧？他再一退。黑棋下一招，这个廖兴文也准备好的，从这一线先把这两个子连回来，然后看着这个切断，连根切断要吃这一块。这个棋下得很黑呀、啊，还是一个力量棋啊。那然后白棋在比力量，把这个挡下来。好，挡下来是黑棋下力，对，下力这个地方连回去，然后盯着这个断点，这棋还是很精彩。那么白棋下一招单关连接，没办法，胡光亚连一个，黑棋下一招再飞。廖兴文呢，可能在爬这个的时候，对这一串已经有些设想了。他觉得下成这样呢，好像这是一个干木，他觉得就是积累嘛，哈，二十目棋而已啊，又怎么样？但是这个毕竟也是，他就忽略了这个反击可以带来更大的利益啊。行，他一走这个，那么乌光亚冲，他一立，然后白棋下一招拐，这个拐很重要，使黑棋就不能连，这连这显然有冲断。对。因为这个地方连不回去，所以黑棋下一招廖兴文必须尖，然后他再把它切断。这个切断是很有意思的一招棋，只不过有一个问题，对于高手来说，永远不知道是这个切断好还是这个切断好，这个永远搞不清楚。相信对局者下棋的时候，肯定会这两种下法会做一个比较。就是这个呢，目数大一点，大一些。这个呢，将来被人家一冲一打，眼见的少了两目，似乎少了两目、嗯。但是有了这个呢，将来脚上的味道不一样。嗯。你走这个，将来人家一走，他这个是先手，这儿有个咔嚓。对。走了这个，这个咔嚓没了。对。那么脚上他拖点，这个手段多得很，但是这个是神仙都不知道的了啊。嗯。吃了。黑棋下一招，哇，这个不行啊！这块棋人家好像一点要吃我了吧，很危险啊。这个脚就是王老师刚才说的还空，还空，就算他走这个也很大。对，他实战是补了一个，补了一个，其实脚上还是不干净。必然，对 对。关键是你补完这个之后，我们发现整个中府的东边这个战役，从他的尖冲开始啊，白棋是先手把六个棋筋吃掉了，
以这样来看这个问题，你就会发现这个黑棋战略上有点问题。嗯，下了半天怎么棋筋先手被人家吃掉？也许小廖是在算空，他一算空发现黑棋空还很多。你看我这儿再怎么着，我有四个子的地方，不能说你白棋的空比我多吧？这个地方有一点空，是吧？他认为这个地方好像吃了，他可能把这块空全算成自己的，算成空。但是后还有故事，王老师有故事，还有故事，有很多故事。那我们还是再稍作休息，行，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讲这个角发生的故事。好，好的，一会儿见。好的，欢迎回来。王老师，刚才上一节呢，我们说到这个角还有故事，有故事，都有故事。本来这儿也有故事，到处都有故事，很好。这个年轻人下的棋呢，就是，这个就像湖面一样，到处都是涟漪。或者说是一盆水里，又是葫芦又是瓢，飘的啊，很好，很有意思。左下角的故事是这样，我先说一个结论。后来呢是这个。乌光亚一门心思要出棋啊，结果呢出了棋之后呢不见得便宜，这个是围棋带给我们非常好的味道啊。你看这么大一块空，黑棋全部吃了，你们说各位棋友，我们大家下白棋你肯吗？肯定不肯。最后你给人家掏光了，掏光之后发现不便宜，也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啊。行，我们接着看这个乌光亚怎么出棋。对，乌光亚下一招棋，他由于在这一带他是先手把棋筋吃通啊，是，所以他可以在全盘别的地方做文章，先尝试探一个硬手。这个看你走哪里，基本上是要拐。对，好，下边一招棋打入，先打入，这个、对的，因为现在他劫材也多啊，所以这个地方现在黑棋这个劫肯定是不能打的。他是选择的利。那么廖兴文现在他选择了一个利，这一利接下来这招棋以下吴光亚就。开始不能说他走入一个迷途，但是至少他的实战下法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刚才说的出了棋不便宜，下围棋还有好多是你吃了对方反而不便宜，这个味道就更好。行，我们先看吴光亚怎么样出这个棋。先看他这个棋应该怎么下。嗯，首先应该怎么下，免得待会儿把棋子再拿下来了。好的，怎么下呢？就是这个地方呢不要去出棋，都是朋友尖一个最好。那你让他补啊，尖一个他要总要补一手了，补他怎么补啊？你看他不补最简单，我一挡再一挡，脚上金贵脚，基本上要活了，他就要补，所以这个黑棋本来就很难补，是有点非常难补，他几乎只能爬团。这个太财迷了以后还有还有味道，没必要。那如果爬的话好像目数损失很大呀，就这是权利啊，让他拉一个，那我就必须冲。好，他不走了，然后他再走这个，这你必须要连吧，我粘上，然后他再跳这个威胁着你，你这个拖还不一定敢拖，你拖他要吃你。假如你是到这儿的话，我们发现这个棋完全不对了，是不是？怎么这个地方白棋成那么大一块啊？哇，哎，就是啊，怎么几招棋之后成了一块大空？是啊，就是这样的嘛。嗯，他所谓局部不要出棋，出棋是亏的，是跟周围有关系的。是啊，有了这个印象再看，当然黑棋还会有别的下法啊。对，那么我们再来看实战，下成这样之后，你明明已经打入了，损了这个叫吃之后，乌光亚又来出这个棋，然后连锁反应伤害到这边，这招棋大亏他哥，巨亏，就是这种。当初这个打就没有必要了。对，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要称赞年轻人，他们敢想敢干，敢于把这个一窝水给他搅浑，敢于这样，不怕困难，不怕复杂，但是也要说到另一面，有些时候是没必要的，没必要，是自己乱了方寸。对，当然这个乱了方寸的局面很精彩，啊，就是这样。行，我们接着看后来他们这是怎么出棋的。那么一长一走，哇，哎呀，这个是手筋啊，看起来漂亮啊，那黑棋廖兴文就叫吃，是吧？吃。100，那黑棋101接上，白棋102把这个冲回来，黑棋103，这个现在看起来不能走了，只好把这个地方想办法做活，103，因为多两颗子。对，白棋104，哎呀，但是这个段我一看心都紧了，我一看这个段，后来白棋成果很大，把这个地方全吃了，啊，我们看他冲，106。这个不能被人家打，这个不能被打。107，好，下成这样之后，我们发现这两招已经巨亏了，没必要，这个亏太多了。其实王老师，他如果做好准备挖的话，何必打吃呢？打入呢？对，也是，
但是我还是不主张它挖，我不主张它出行。就是即使没这两步棋，对，没有巨亏也不要挖，也不要出棋。我觉得这个出棋可能没必要，怀疑我不要老看着别人的毛病哈。但我说的不一定对啊，我主要说我们各位要是看棋领会到这样的味道好，就是什么呢？我攻击对方一块棋，然后我把它吃掉了，我成功了，就是一个直线思维。但是曲径通幽，往往还有另外的东西，就是我攻击他，我不吃他，我更成功。还有我被对方攻击，我把这块棋气给他吃了，我全局反而甩掉了包袱。我觉得这样的味道，难道不是比直线那个思维的味道具有同等价值吗？主要是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光看他吴光亚一挖一妙手一出棋好赢了，你就觉得这个就好吗？这就是全部的味道吗？啊，我们能这样来思考，我觉得围棋更好。可能是一个过程嘛，王老师，他就需要先有具体手段，之后慢慢的升华到您这种境界。不，对，就这个意思哈，就这个意思，供大家参考。行，他一冲出来107，然后108是吧？冲，对，冲。黑棋109，挡住，让白棋欺负他110，黑棋111，黑棋先走这个。还搬吧。哎，对，114，然后115这个断一个，116这个白棋是下得很准确啊，把这个地方全吃掉了。117、118，你看黑棋多去了，还是后手挤一下啊，先挤。挤。119、120、120，你说黑棋活得多苦啊？哇，你还可以说我完全不会了，白棋还是先手。对啊，你这边先手吃，这边又先手吃。这边先手吃多棒、啊！那白棋心情多好啊。对，按理说是应该是这样的印象，但是我觉得呢，王瑞他是这样的。就是说可能这样黑棋还是吃亏了，白棋还是成功了，但是我以为不出棋白棋更好，是这个意思。像刚才给大家描述的，二路一间它补在哪儿啊？然后这个地方再一间，中间再一围，再一牵着它走，将来对这块棋仍然还有一些想法。是哪一种更好？我认为刚才那种更好，但是不一定对啊，供大家参考。我是觉得白棋如果不打入直接出棋可能更好。那可能更好。行，这个棋挺有意思的。现在白棋这个地方是黑棋，刚才就搬了一下。先交换了。这是他的先手，这一搬的时候，白棋眼冒金星。我觉得可能他接这个最好，可能接这个最干净。不给你任何的借用。对，不给任何借用。但是他这个形嘛，这个也无可挑剔，这个人家是一个形啊。好，然后这个定型119、121，白棋122，这个要跑了。你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王瑞是吧？你一巴掌拍在这儿不就完了吗？或者他会不会觉得打入是便宜的，王老师？他打入他想吃两遍，也可能，他是这样认为的。我们要把白棋想的是最狠、最凶狠的这个想法。他想的很凶，年轻人都是这样，他叫写字叫力透纸背嘛。他要有穿透精神，他们年轻人都是这样，所以看见这个棋形的时候，可能吴光亚还认为你要考虑你这块怎么活呢。好，但是下一招棋当人家一靠的时候，他很难受，这道棋非常之难受啊。好，最后他选择的是搬。这个棋呢，可能是忍耐好，可能是单人好，但他又忍不下这口气哈。行，他搬。所以我们王老师突然发现，现在白棋是先手吃掉了中府，对，又先手吃掉了活出脚，吃掉，但是这棋局好像，反正还意外的黑棋，对，棋局还是很黑棋吃，还是个乱战的局面。对，黑棋吃白棋，这个吴光亚可能现在还是白棋好吧，我觉得还是白棋好，但是他呢下得太高兴了，就要物尽其用。这个物尽其用呢。王瑞也是对的哈，但是太过分了，太过分了，也会自寻烦恼。对，我知道王老师要说的是接下来这步棋，对，有点过分。对，他这个棋呢，可能是考虑这一类的方式，联络一下，看能不能联络吧，追求一下。就算不能联络，从不跟这边连，跟这边连。跟这边连，对不？但是他这好像也没有完全连得跟铁一样，可能还是这个好一点吧。对，他这个就实战是拖在这儿。对，王老师，我特别赞同您说的。这个有点太过了，可能是不是下得太顺了？没有，他们是这个精神，他们现在下棋就是这个理念，确实是这个理念，就是追求极致，就是刚才那句话，物尽其用，就是想物尽其用，榨油的话要榨干啊，就花生油啊、豆油啊，榨要榨干，不榨干浪费了，一定要榨干对，行，他一拖，那么廖兴文看他为什么王老师说他有点对，太过于物尽其用了，对。黑棋廖兴文这会儿就抓紧了，他当然期待黑棋不管是搬还是长，他都已经便宜了，他已经便宜了。但是看廖兴文现在紧紧抓住他，发力。发力。其实黑棋我觉得肯定是一直在找发力的点。这个白棋有点
没有，这个地方作战呢，总的来说还是白棋好。嗯。不能不说还是好，王任，我给大家重复一下。只不过刚才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另外的下法呢？就是说也可能不这么下更好。还有呢，体会那种，在直线思维之外的那些曲径通幽的那些味道，我觉得是围棋盘上另外一种非常大的魅力的东西。是。希望大家不要忽略了。没错。尖，这个必须要接。嗯。现在叫骑虎难下。必须要接。那么黑棋下一招，这个一跳跳冲罩住，这会儿我们再一看啊，胜负就你何必呢？之前的这里好像和最后的胜负还有一定的距离，嗯，最后决胜的地点是在最后一个战场。这个都还不是最后的，还不是最后，就只不过对于白棋来说好像没有必要嘛，嗯，是吧？因为你这些地方都有战场啊，这些地方都还有战场嘛，对，为什么要在这儿避其攻于一役呢？没错，是吧？行，我们接着看。嗯。但是年轻人呢，其实他是非常鲜活的，带来一些，比方说后来又出现了错棋，又痛心疾首的水手棋，这些都还是有的。这个我们盘上的故事就鲜活了。好，看他下面要去穿，要穿这边白棋必须想办法要做活。这穿的时候，廖兴文可能稍微有点动摇。这道棋呢，我觉得无论如何必须接这个，必须接，就算他活了，我也只有接。啊，我这个有点绝对啊，稍微，我觉得还是要接吧，接了，如果是看他活，我没看清楚他一眼是怎么活的，说实话看不太清。对，因为你挤先手嘛，你接他就把这个接上或者把这个接上，嗯，我没看清楚他怎么活的。我们看他的吧，他是穿的这个，他穿这个关键白棋后退一招之后，黑棋很难受，这个、就是吴光亚下出了味道。你看他不是走这个，他是后退，粘上，让您补的时候你难受，嗯，就这个味道好。实战它是长，它只有长啊，长的时候不然要有挖断，发现将来一挤还有一段，对，这个味道，这味道白棋要想办法加以利用。对，接着接下来贴是吧？没有，接下来它是先靠这步加，看起来好像好啊，挺有妙味的，有味道，它要为这个接创造条件。对对对，因为前面说了这一几段，嗯，如果气足够长的话，嗯，然后几段是先手的话，几段是先手，几段是先手，不然他就收这个棍子。我说几段如果在中府是先手的话，对，在气长，那么对，就有意思了。加，黑棋下一招是这个吧？对，嗯，然后白棋是贴回来哈，对，这个贴好手，黑棋顶，嗯，白棋度过。嗯，哎，对，王老师，我想在这里呢，摆一个变化。为什么说这个是先手？好好好，来。啊，如果他单走这个，嗯，好像白棋是可以有一个单粘的下法。啊。你如果再拐。嗯。好。我这边。几段好，摆给大家看看。好棋呀、啊。因为这边要冲啊。嗯嗯嗯。你可能还得。不管要补一个，嗯嗯，这个时候好像在杀气，没有他有点嘛，马上就要活了，嗯，要么要做活，要么要杀气嘛，对对，这样黑棋显然不，所以他单加好像比这个直接打吃好，对，直接打吃交换掉之后自紧了一气，自紧一气，所以他这个加一个没有扳，直接加好像是有一点是深意是不一样，嗯。在这种地方，他们的感觉是非常敏锐。这个计算是对准确性要求非常高。这个要是我去下，那几招下哪边输哪边，就肯定是这样。这个也是现在棋的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对对对，其实对于他们年轻人来说也很尖锐，就是，双方力量都很大，双方也都喜欢变化，但是下到最终，如果有一方扎一下眼睛，那么刚才巨大的优势，一个棋看错就可能颠覆。所以这个也是很，就是比最后那一下这个枪的准头。要说呢，现代棋也有一个缺点，它是比过去好了，但确实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呢？最后在涉及到胜负的时候，这个太尖锐。嗯。那么这个太尖锐是什么原因决定的呢？对局的时间。哦。因为现在最快的棋就两个多小时。对，最快的就是2小时45分。对。三小时吧。对。三小时。三小时，其实你比方说好多这个年龄稍微长一点的棋手啊。他因为年龄的关系，比如30多岁了，进入40了，他必然的那个敏锐性就要降低。对，如果你给他15个小时下一盘棋，好多变化他是可以算的，但是没有办法，
所以像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到的那些大名鼎鼎的棋手，为什么现在不行了呢？他就是下到最后出现这种局面的时候，你就是算不过对方。不是他的水平下降了，你明知道对方无理，你算不过的。是一个身体的，和身体有关。对，所以这个呢是现代围棋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他从艺术这个角度来说啊，很难出现非常完美的东西。没错。唯一的一个缺点，他大概有，如果打100分的话，现代棋有90个。优点大概有10个缺点，10%的缺点。行，我们看棋。好，这个地方是很好啊，这边应该是双方这个家借力而行，非常好的一招。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如果你要走这个，他接完了之后可以接这个，对，那这两边就肯定出一边棋了，是吧？所以他是加完了之后，他是选择的单拐，单拐。这个拐呢，就像我们刚才摆的，你如果再粘，它可以粘到这里，紧你一口气。紧你一口气，对。比刚才摆到这里要多紧一些。对。好，我们接着看。白棋是不是挤了？啊，他爬过来。爬过来，对。这个，这个单爬也是好手。啊，这会儿廖兴文就犯了第一个错误，他是挤这个。对。对，这个是延时打将。他看错了，这个是绝对的失误，就是最后比拼的时候，对，不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吗？对，你刚才说到这个问题，他年轻人啊，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也有他算不到的地方，他也有他想当然的地方。结果呢，下到后盘，其实下了这个棋还没有完全输，但是情绪大受影响，他满以为是什么？这是我打将嘛，读秒的是延时打将，估计他以为啊，他以为这么交换一下，对。结果在这个地方看见乌光亚居然可以吃到这儿的时候，这个眼睛都绿了。我觉得这个对局者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啊。对，这个他就是有一点严重，这块棋进活变成打劫活了。那这个目数上就差了。你看他下一步棋过来，好像这个棋他可以接解消的时候，对，因为你这些都没用啊，你这紧不住他，这边不入气，这边又不入气。1、2、3、4、5、6、7、8、9、10、11。22目，23、24、25、26，将近小30目棋。30目棋的价值。30目棋折了一半。等于亏了15目。白亏的。白亏15目，但是它有一个条件，就是打劫你肯定可以打赢。假如这盘棋黑棋的劫材非常多非常多的话呢？啊，那这个这道棋一目都没损，因为你这个是一目，这个也是一目啊。所以黑棋劫材绝对有利的时候，一目都没损。但是怎么可能呢？人家随便走一个这个嘛。这不是也就是劫吗？对，你随便下，所以这个地方差不多损了15目，这块棋的一半，那这个心情大坏。这对，也许不影响胜负，也许还有机会争胜负，但是至少心情上，对，但这15目这个受不了，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个巨大失误，但是这个还没致命，这棋我们接着往下看，还不致命，对，还没有致命。接着往下看，但是可能确实是说心情上，形势是确实这一损的是不行了，但后来真正输的惨烈的输棋呢，是因为另外一个失误，我们也要看一看。这盘棋也是四处挑起战端啊。对，这一例，那么白棋现在是挤，挤，这必须接上，白棋这一段这是先手，不然收起吃他也亏了，他必须拐。那么白棋现在再一接，是吧？必须要打。再吃，这都是必须要接上，然后白棋再一接，黑棋接，现在呢就变成这一块白棋和这一块黑棋杀气，杀气，但是一看杀气呢，因为黑棋在外边一接呢，这个气好像收不住，白棋是1、2、3，下边4气，这儿有一些武器，你接不接都是武器，你接它一紧气一样，一样的都是武器，就是五口气，外边呢黑棋1、2、3、4、5，上山打老虎，结果呢黑棋下一招收不住。问题是很遗憾的收不住，我们看这张他教师卖了一个，收不住，所以呢白棋将会用勒紧气的方式来进攻这个，还有这个地方他已经赚了15目了，就这招棋这个廖兴文简直晕过去了哈。我还是要感慨这个，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太紧了之后，局面又非常繁杂的时候，这个他们年轻高手们犯这种错误啊，是我觉得哎呀很受伤，反正至少我看棋，我有的时候关心他们，我都觉得这个很受伤，但是又很难免，就是这样。毕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我觉得这种棋十有八九是打将的时候就出了失误。打将，延时打将。对，但是错误还是在于刚才，他一直以为这个就是这样的定型。是的。
好，我们接着看下边一招棋，白棋是丁，是吧？丁，丁，保证你只有武器，它也是武器。是。白棋会慢一气，但是呢，外边成铁后进攻这一。刚才说了，王老师说了，这虽然是武器，但是你很遗憾收不住。收不住，因为他马上要。你要收的话，只能。你收这个。最。他跳了。最有可能收气是这个。对。但是当一跳的话。对。好像他研出武器来很轻松啊。嗯，就研得出来这个白棋嘛，很遗憾，永远没有机会把这个吃到。对。如果吃到这个变化就不一样。嗯。由此，我觉得这个话题给大家引一下，我们大家下棋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有些要占的便宜，你在外边，人家在里边，比方说这一类的刺，假如刺得到的话，您早早的刺一个，也许过几十年之后它有用。有用。你看这个要早早刺到这个。白棋这个，可是好，从头到尾这个刺的可能性，就是你有没有机会？一走，他贴这个的一瞬间，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刺。啊，但当时这个贴的时候就已经是，有个特别大的跳。对，就这个意思。万一刺的时候人家抢过来，就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对于我们广大的棋友有一些启发就好啊。而且这个是一个故事性，所以他后来是走这个，是吧？啊，只能说在这儿。我们现在还有时间把这棋摆完吧？有，应该有。我们接着看。很充分的时间。哎，行，这个有故事的哈，他一走这个，那么白棋走完了，黑棋把它吃掉，是吧？收气。全是吃掉，黑棋、白棋再收气。黑棋说这个很清楚了，一二三四，这个一二三，快气。啊，现在白棋呢，外围可以说是铁后。对。现在我们可以调侃一下王瑞，我们来判断一下形势。好的，好的。就假设没有这个哈、啊，假设没有这个。我真想把两个字拿走、啊。对，假设没有。嗯、假设。假设没有，本来呢是白棋把这个吃掉，这个有先手吃掉，应该是成果很大哈、啊。我们现在来判断一下形势，这个地方目大概有多少呢？基本上是二四六八十二十二十二二十三目。嗯。这个地方二十三目，这个地方呢是三十三、三十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目棋左右。这块白棋呢，四十目肯定是亏的。对，四十目是至少的，是吧？至少的，至少的。嗯，除了这四十目呢，然后王瑞，你看这儿，一、二、三、四，算四目。算四目。四十五目。这边可能有一些吧。有一些，这个、先手有一些、嗯，有一些。对，你是先手损一个劫财，但是如果你不走呢，待会儿将来他可能把这个走掉。啊。四十五目棋吧。四十五目。全世界你才四十五目啊。嗯，你高兴那么多干什么？看黑棋呢，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二四二六二八三十三二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这块棋已经四十目了，一二三四，这块棋跟你盘盘差不多了。哦，那上面那块棋贴目没有，这十目，这还该着一个冲断呢。哇，哎，这个地方你当然是有棋啊，但是黑棋再一补是接近二十目啊。嗯，你要抬杠一数目，发现白棋输多了，王瑞。对呀、啊，如果不交换这个的话，你看他们的棋带给我们的一些这些回味的味道啊，我们看到一些场面啊，从来没见过的。你满以为吃掉棋筋，先手吃掉好像下完了，没有，就围棋很大，所以也是以前给我们广大棋友介绍啊，在围棋盘上真的，如果你做研究的话，你要下一个结论啊，说一个好一个不好啊，很难。就是真正是职业从事这个工作的很难，当然我们大家游戏一下这些，说赢多了输多了都是可以的，实际上真的很难。很难，因为再一想，它肯定是这个道理，肯定是很难有结论的。如果都是容易有结论，就是跟普通游戏一样了。是是是。那你还谈什么文化呢？是吧？是，王老师，由此我也想到啊，就很多时候，当你觉得突然被对方吃一块，自己突然死掉一块，不要着急。不，他还有别的东西，还有很多未知的对可能。当然也有这叫做十恶不赦的东西，也有，但是确实，哎，这些东西你就很难说。你看这个吃了半天，发现没多少钱，没多少空。嗯，你甚至是交换了这两招，这个棋呢，你要说黑棋就输挺了，我觉得还要探讨。亏了十五目。对。但刚才经过判断，黑棋。还是跟黑棋不错啊，这块比你全盘嘛，等于再给你白棋加十五目棋，这个地方都全部是他的，有一下还有些变化。你比方说黑棋他下一招如果是补在这儿，嗯，你冲的时候他能挤在这儿，就是挤在这儿，你看，或者说挤在这儿吧，他就挤在这儿，直接挤在这儿，因为一冲一周有个咔嚓、哦，然后你稍微一犹豫，这个都好像还有点味道，你稍微一犹豫走在这儿。你小心被他这样把这个空全部沉起来的话，也很恐怖的。很可观，嗯。他最终是这块棋全部牺牲，你的全局的空也就是七十目左右，
它也有70多亩啊，行，就这个意思的。然后，那现在呢，白棋当然是也有它能够一搏胜负的地方，对对对，就是这块黑棋，是前面下面这两目棋其实都是小问题了，如果把这块黑棋吃掉，这边亏15目还20目关系不大，对，我们接着看，我们接着看，白棋下一道终于，这个最终决定胜负的时刻，没有，这个本来就大嘛，对，没有，它一啊就我就说这片应该是最终决定胜负的时刻。这个倒不是决定胜负吧，反正是一个战役，应该现在是白棋不错，还是白棋不错，哦，只不过我们刚才要渲染一下，就是黑棋没有那么惨，黑棋没有那么惨，渲染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啊。接着我们再看几招，看他们的实战，看白棋怎么样来，是说吃棋吗还是攻击？黑棋它本身就大，他就说我收官，行不行？因为你看，你不是至少有这个吗？对，是不是啊？或者至少他有这个嘛，啊，你走一冲，一走一打过嘛，这个也可能是有的，对对对，是吧？对，所以他这个本来就收官嘛，对，那么也是顺带攻击你嘛，说大场。我们看啊，这个廖新文这个第一招下这个读秒了，第二招下这个，第三招走这个，对，这招很好啊。你看他2、4、6、8这九个棋子，还有形状，还有猴子脸，还有跳方什么的，你想不到这块棋是死棋。好，下面一招棋乌光下点，哎呦，这一点廖新文稍微有点头皮发麻，对，是吧？有点麻。我们最后看两招，马上看完了我们再回顾一下。是现在点了吧？现在点的。黑棋是现在跳的还是尖的？他好像在上先交换了一个什么次序？冲吃。对。冲吃，这都是打将。接上。尖顶。尖顶，然后人家一长。长。再一跳。一跳。人家一景气，是吧？对。这个景气都是人家的权利。没有，现在。现在这儿，对，是打将。对。这几个打将，这个都血肉模糊。这几张棋呢，因为看棋谱不是他下错了，是打将。对，打将。血肉模糊。然后一走，黑棋再一提，是吧？最后一尖。他又啊，这是连续打将，他肯定在把这里做一个最后的验算。对。然后再尖。一尖。你缩小眼位，死了。这么大块棋死了。牵到这儿的时候，好像黑棋就没有办法了。死了，周围都铁厚，它这个全部是粘上的。然后你什么地方做眼？你再一走，小心后手死。他实战还下了一步，一走，白棋一冲。一冲。这时候是。投子了，投子认输，这手死的比较干净。这个死了，反正就刚刚死，刚好是做不出眼来。这段也很严酷。嗯，你看上去，我们回忆一下最初这个形状是这样，你怎么想象得到他会死？我们棋友当中，也许有些时候稍微算目，对自己多算一点，还要给黑棋算八目棋呢，是不是啊？你看，哎，他一加我一加嘛，这不是八目棋嘛？结果是死的，这个万万没想到啊。那么我觉得先要说一下，黑棋这个是不会死的。您觉得不会死？他是下错了，但下错是不是棋还要输，这是另外一回事儿。就这招棋嘛，你走这个就行了嘛。你确保这有一只铁眼，下一步这有一个踹，对，然后这个地方也有一个踹，这个棋是不会死的。这个棋怎么会死呢？就走这个，干干净净是个活棋。但是确实有个教训，就是这个空间看起来抡得大，如果它不合理的话，真叫大也有大的难处。这个被白棋透点到这儿的时候，这个棋黑棋怎么做活啊？我觉得应该做成一个大型的实战的死活题，来切磋一下，推敲一下。反正我呢看了一下王睿，我觉得这个棋还是确实黑棋危险。危险，就点到这儿的时候，点是已经危险了。因为看上去你有一个顶啊，它有一个钉，它有钉，这个钉很好。哦。哎，很怪。这个棋周围因为白棋铁厚，王老师这个死活能力很强。一般般。一般般。这个，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廖新文可能是在读秒当中，一分钟的催促下。对对对。要做出一个特别正确的选择，有的时候也挺勉为其难的啊。对，我觉得呢，王睿，我们通过这盘棋啊，第一个给大家介绍这两位年轻的高手，我们了解我们中国职业高手他们的境况。第二个呢，欣赏这个棋局的内容，就是棋局它有些味道是。围棋盘中的是要拐弯的，是除了直来直去，冲冲冲，杀杀杀，还有曲径通幽的味道。是的，我非常希望我们大家什么味道都能够体会到。是那这盘棋的最终结果呢是乌光亚6段中盘战胜了廖新文5段，取得了这盘棋的胜利。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好，谢谢，再见。
好，感谢两位高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我们今天的文评论道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骑行天下，其乐无穷。各位骑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